足球的，脚底痛啊，脚底痛，啊，一次光线射过来啊，一次光线射过来，那束光啊是带有，装在那个铅盒里边，啊，射过来，射过来，要到，要到那个，我脚背，快到我，足脚的时刻，突然那盒子就打开了。把这个光线就穿过我的那个脚底穿过我的脚底，把然后光线再穿出去了啊，在接触的时候就把能量送过来啊，送给我了啊，能量送给我了啊，刚才三束光，另外说给了澳洲那个还有一个说给那个搞游戏产业那个啊，三束光啊，各得了一个啊，是给能量啊。当然，我前面描述的是把身体里边像静养东西拔出来啊，他们也是啊，把他们那边也拔了啊。我这边在最近呢，我排的是他们那边同步在做啊，同步在做啊。然后刚才送那个光线的时候，大家都是在那个左脚脚背穿过去，应该是方向是左脚脚背的内侧斜的往下穿啊。那个角度是什么样的？现在往下穿啊，那个穿的角度啊，穿的角度是这样啊，穿的角度是这样啊，斜着穿过，从内侧啊，从内侧，内侧基本上是从进去的时候也基本上是脚底，脚底。相对来说比较稍微高一点的啊，脚底的，因为我们那个脚不是一个中间一个凹下去，脚底进去出来的时候，脚底挨一点点啊，这样就对人的损伤少一点。就像搞那个人家青霉素皮质啊，青霉素皮质的是就在皮肤的碰下去啊，然后把药水打下去了啊。现在就像那个脚底啊，从脚底内侧。进去，我们那个内侧的脚掌不是，有个斜度嘛，从内侧穿过去，然后要快要出去的时候碰了一下子啊，这样子一沾就把能量子，转给我们了啊，转给我们的啊，只要这样就获得了能量了啊，以前能量不够啊，再加上给到的都是对我们一方面不能利用还。受到影响受到影响在澳洲那边呢他呢提醒到他那边的症状呢是不断有光线射到他眼前，不断有光线射到他眼前，不断有光线射到他眼前，就像那个他就看着电焊一样的啊，眼睛影响比较大。搞游戏产业那个人呢他那腹腔里边被一支箭也是一支箭一穿，一支箭一穿的，把腹腔，结构搞伤了。我这边是基本上从头到脚，都被搞伤了啊。然后现在在清理啊，在清理啊。只要涉及到光线的，都相当于一排三个人啊，一排三个都在，同时在清理啊，同时在清理啊，所以。我前面说的，我说看到三只光线像三只箭一样的啊，每人一只，现在是这样啊，好，知道了，知道了啊，正在拔起，老的把它拔掉，新的，慢慢送点过来，是这么一个状况，好，知道了，再见，再见。